小鱼，我们今天采些什么草药？我要找的草药啊，就像我手中的这一片，只要我们多多留意叶子的色泽还有纹路，就不难找到了。韩公子，怎么又是你啊？我说过，就算你们俩真的是神仙，我也不会做神仙的。小鱼，我们走。你们急什么？话还没说完呢。杀我！这不用你管，韩相子，认命吧！你究竟是人还是妖啊？不关你的事，韩相子，认命吧！究竟是何方妖孽？别管那么多了，先看看韩相子再说。好。小心啊！两位不是神仙吗？为什么不用仙法来给我疗伤呢？你刚才明明看见我们的仙法了。那只是武功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那为了对付那个妖怪，我们的法力虚耗了不少，所以现在没有办法为你们疗伤了。那这样答案你满意了吧？是啊。那两位就是没有法力的神仙啦！笑吧，笑吧，笑吧！总有一天让你心服口服。那你们继续做你们的神仙，我继续当我的凡人，大家互不相干。哎呦！喂，哎，老拐，过来看一下。什么？这疤痕我很小的时候就有了。哎、啊，见怪，见怪，失礼了。不好意思，是我们大惊小怪了啊。小云，不用怕，不用怕啊！我们呢是想单独跟你聊聊，所以就不请自来了呀。对，你们是神仙还是妖怪？当然不是了，我们当然不是妖怪，我们是神仙。对对对对对，我们是看你手上那个印记呀，知道你是八仙之一。我是神仙？不可能！你们别开玩笑了。你看我们像开玩笑的吗？是啊，其实呢，你这个印记我们身上也有的，只是位置不同而已。是啊。小鱼，
韩大哥，你别听他们的话。我真没见过像你这么固执的人。我自己也很固执，但我从来没见过像你这么固执的人。刚才在树林里，你看见什么了？不是人，是个妖怪啊！是个没鼻子、没嘴、没有五官的妖怪。你看见了，你还不相信啊？我就是不相信。哎呀，韩兄弟，你既然相信有妖怪了，那有妖怪就一定有神仙，对不对呀？是啊，我就是不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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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信。哎，你真是！哎，我们是神呐、啊，不能跟他们人一般见识啊！深呼吸，深呼吸，冷静一点啊！深呼吸。你为什么就是不肯相信？我爹就是因为要修炼做神仙，所以才白白的葬送了一切。你说我还会相信吗？总之，我告诉你，我不信就是不信，我不需要任何的解释。你总有一天会相信的。小云，我知道你跟我一样不会相信他们的鬼话。刚才他们在跟你疗伤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有什么古怪，所以我特地赶过来。哎呀，韩兄弟呀，如果你硬是不信，我们也没有办法。不过无论如何，我还是把事情讲清楚。哎，你们两个真的是八仙之一呀，要不然我们两个也不会大费周章来点化你们，是不是啊？也更不会受你讥笑，受你侮辱。你扪心自问，你说这么些天来我们骗过你吗？嗯，是啊，韩大哥，他们说的有道理啊。什么？你相信他们？你还帮他们说话？不是，韩大哥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你要相信尽管相信，我没有这个闲情逸致。韩大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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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喂，大仙，你们说的是真的吗？我不是跟你说单独跟你谈吗？来来来，你们看看，我可有福分做神仙呢。恕本仙直言啊，你这个不要痴心妄想了啊！做神仙是冥冥之中自有主宰的，不是说每个人想做就可以做的。啊，那么小林呢？啊，他们是姐妹俩，毕竟是出自同一个父亲啊。你身上有没有什么胎记或者是印记之类的？好像没有。娘亲，我有吗？哎，你出自娘胎就皮光肉滑的，算了吧，那就没有了。其实啊，每个人都有自己修来的福分啊，虽然你们是两姐妹，但未必是做神仙的材料啊。那做神仙有什么好处呢？好处多着呢，比如说可以长生不老啊，可以用法力救人呢、啊、还有就是可以替天行道，斩妖除魔等等等等等等。哎，那做了神仙是不是就可以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呢？是啊，那可就太好了。关他自己好吗？总会对自己家里人有点好处吧。哎呀，当然可以保佑他的家庭繁荣昌盛了。如果你积累了功德，还可以受到世人的敬仰，建庙供奉，你觉得这样还不够吗？哎，那比什么都没有强点儿。那做了神仙是不是就像传说中那样有法力？有了法力的话，就可以救治那些病人，就可以济世为怀，是不是？小云呐、啊，你果然有慈悲心肠，不愧是八仙中的一员。但是我要告诉你啊，但凡要做个真正的神仙，是要经过很多种磨难的。嗯，会有什么磨难？好像很深奥，我不懂啊。简单的来说啊，就是要除去人性的弱点，成为一个完美的典范，才能做成一个真正的神仙。那么能够普度众生的话，无论要做什么牺牲都是值得的。好，太好了。哎呦，既然如此，就劳烦两位大仙多多点拨我们小云，让他早日成仙。承蒙不弃，两位大仙不如住在寒舍，不知两位大仙意下如何呀？好好啊。太好了，不用住破庙了，终于有地方可以吃饭了。这是什么书啊？这是修炼仙法的秘籍，它上面告诉你如何修炼仙法的窍门，他日你成仙之后，你就可以用这个仙法惩奸除恶，替天行道。为什么没有字啊？可以这么说，
修炼仙术也得讲求天分，秘籍会视乎不同天分的神仙而显现不同的仙术，继而学习以助斩妖除魔。哎呀，有字了，真的有字了。哎，怎么样，想不想试一试啊？我看你先练隐身术好了，隐身术比较容易嘛。跟着我念咒语啊。咒明空，明空咒，藏巴拉，天影地影无变。哎呀，我还真的看不见你了啊，好神奇啊。哎，喂，你打我干什么呀？我要确定一下你在不在、啊、哎呀，在。哎，你也试试啊。啊，我也来试试啊。咒明空，明空咒，藏巴拉，天影地影人影，影影影影影影影。为什么我还能看见自己啊？那当然了，你只是随意读，没有发挥念力，当然不会成功了。不要急，慢慢学，只要用心体会，终有一天你会修炼成功的。嗯。小云。韩大哥。对不起，那天是我脾气太急，是我不对。算了，我都已经忘记了。啊，韩大哥，我有样东西要给你看。啊，你看这本书，这本不是普通的书，它是神仙法术秘籍，可神奇了，只要我念了口诀，文字呢就会显现出来了。这只不过是一种幻术，你怎么还会相信那两个神棍？韩大哥，你不要一口一个神棍好不好啊？你想想啊，人家这么苦口婆心希望我们做神仙，有没有拿过我们什么好处啊？那好，你说你去学仙法，那你可曾学会什么仙法了？现在还没学会，不过你放心吧，早晚啊我会学会这种隐身术的。你看这里有隐身术的口诀啊。隐身术？你念念这些口诀就能够隐身？这根本就是一些狗屁不通的字。咒明空，明空咒，藏巴拉，天隐地隐，人隐隐隐隐。小云，你的智慧都去了哪里了？你怎么会相信呢？哎呀，韩大哥，你何苦非要抗拒神仙之说呢？你也太固执了吧。我固执？这你应该比谁都清楚。反正我不管，不管他是真是假，我一定要试一下。我还希望有朝一日你也能够改变你的想法。看来我们真的是话不投机。我走了。韩大哥，让我用朱砂跟黑狗血好好招待你们这两个神棍。如果你们是人的话，就淋你们一身臭；如果是神仙妖精，就破你们的法。客官慢用啊。这个凡间的生活真是好啊，茶好，嘿嘿嘿嘿，吃得好，喝得好。你有的时候在天庭啊，嘴巴馋的时候啊，想找吃的地方都找不到哦。我在想啊，你是不是做人的时候还没吃够啊？哎呀，你有所不知啊，我那个年代呢，吃的是没有那么好，那么讲究的。哎，你试一下，哎，这个青瓜，哇，好脆哦，还有点蒜泥呢。哎，怎么样？来，哎，怎么样啊？哎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来，我敬你。怎么样？你看，哎，这炒的没皮的啊，怎么样？好，哎，怎么样？哎，这个好吃，你多吃点。来，你们这两个大男人，大庭广众之下畏畏缩缩，哪里像是神仙的样子？好吃。